戴菜禾，戴菜禾，冤枉，冤枉，末将不罪，冤枉，末将不罪，冤枉，冤枉，末将无罪。哼，尔是何等人，竟敢前来诈降，休想骗我！打下去，斩首即擒。走，看则走，甘宁也与我同走。此乃我之安排，斩！啊！飞赵前进，往赤壁进发。王老将军，拜托，都督，放心。南有一对帆船顺风逆水而来，船上插满青龙牙旗，大旗上书先锋黄盖。哦，功夫果不失心，此天助我也。保解于禁，在在，开水寨迎接，且慢，来船有诈，休叫进寨。嗯，何以知之？丞相，黄盖来信告知，押粮船来降。如是粮船，则船必稳重而吃水深。今官来船轻而且浮，更兼今夜东南风甚紧，倘若诈降，又用火攻，何以挡之啊？速速止住来船！是。停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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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停下！快停下！停下！各船准备点火。是。停下！快停下！停下！快！放箭！快放箭！快！快！来呀！点火！点火！点火！快！快！放箭！快！快！挡住来船！挡住来船呐！火船，挡住火船呐、啊！快快，都给我上！传令，在。周泰、陈武、韩当、蒋钦，即刻点火。是。点火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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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！放！放！
走，我敢在此。像是黄老将军，黄老将军，快救上来！快！黄老将军，快抬进舱内！靠上北岸，捉捉曹贼！